掐的可真准呐！刚抓到一个逃兵，还没来得及审就过来了，说吧，招什么事？这么多年没见，没想到你小子还是这臭脾气啊！你看啊，你来长沙这么些天了，我这做舅舅的也没能尽地主之谊，所以今天呢……现在前线战况吃紧，要不是在辈分上，我该叫你声舅舅，我怎么会来这种地方？算了。 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你肯来呢，必然有求我之事，说吧。300套棉服。来来来，咱们赶紧入座吧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儿的招牌烤鸭那可是一绝呀！我还特意给你弄了纯菜黄鱼羹，让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。300套棉服。 哎呀，你别三百三百的，我耳朵又不聋。要不是你父亲给我打电话，我这出入服的亲戚，我真不管你这闲事儿。现在城里人大都疏散出去了，有办法的姑娘也都拉着人嫁了。现在找个漂亮女学生，家境又好，容易吗？我们是保家卫国的军人。 不是媒婆，这点闲心，才不用你操。300套棉服，只能多不能少。你拜错庙了，这事儿不归我管。那行，徐处长好自为之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哎，伙计，快上鸭子！哎，我们顾少爷饿了。好嘞。你们这些人，吃香喝辣的，当兵的还穿着单衣裳，仗他们怎么打仗？ 哎，清明，哎，我清明，哎呀，清明啊，你别急着走嘛。你看啊，这国难当头，我知道你很辛苦，我也确实想犒劳犒劳你，请你吃顿饭。那你到底是给还是不给呢？你以为我孙猴子，就30套勉强还能凑凑？好啊，一言为定，一会儿我让我的副官去保安处找你吧。 你不给我面子，我也没办法。你父亲那儿，你自个儿应付吧。我还懒得受这夹板气呢。走吧，我送你下去。耽误好处，耽误时间，赶紧走。哎呦，徐大哥，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今天这只火箭鬼一出门，我小姨子脚就崴了，这耽误了时间，来晚了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
啊，来了就好。待会儿跟好好罚你啊！三杯，三杯，啊！快让你家的双胞胎见见客人吧。哎，想必这位就是顾长官吧？在下薛君山，长得还不错。哎呀，徐大哥，别在这儿聊啊，进去聊啊！来来来，进，我进。 上菜，上菜！哎，来来，坐坐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哎，顾长官，别生气啊，实在是对不起。你来长沙人生地不熟的，这个，嗯，我小姨子，香香，是，可以给你做向导。岁数小，说话不太周到，还狠，还狠。 我对教育女人没有兴趣，马上就要开战了，让她好好待在家里修身养性吧，别出来瞎搅和了。失陪。这位先生，你闭嘴呀！她不是小孩，干嘛护着她呀？你想说什么？国父说过，中国呢有400万人，一半是男人，一半是女人。以前我们女子的地位很低。 可是现在主张民权主义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女子和男子享有相同的地位。可这位先生，你刚一来就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别人之上，还有什么道理可言？闭嘴，行不行？没事，让他说吧。你今天讲这样的话，还好是跟我。如果奉上别的长官的话，有你好看。是是是。别把自己说那么仁慈，行不行？还号称从国外留洋回来的呢。 我看呀，白长了一副好皮囊，里面呢全都是腥臭的旧思想。别说去国外留洋回来了，你就算去天宫普罗米修斯身边求教，也是全然没有用的。你不准往那死啊你！小兔崽子！部长官，这你很有趣啊，可惜你的教养有问题。教养？好呀，那我就跟你讨论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教养。 如今日本入侵了，多少人家破人亡，看看长沙城，多少从武汉过来的难民，再看看各大医院，多少伤兵奄奄一息。我们现在最基本的教养，就是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而你呢，你身强力壮的，不去前线抗日打鬼子，你跑到这儿，在这个数一数二的馆子里吃香的喝辣的，还想着儿女私情，谁更没有教养啊？教是教是个屁！ 顾长官，哎，顾长官，薛君山，你家这破事我要是再管，我就不姓徐。徐大哥，哎，回头跟你说啊。姐夫，小兔崽子，小小坏跑！救命啊！小兵，快跑！开门！快跑！小兵，你再闹，我毙了你！ 老实，干嘛？哎，开！我结婚的，我不想结婚。我数三个数，你数八个数我也不看。小兔崽子，一、二、三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给我下来！你给我滚一边去！下来！你给我，怎么给老子下来？放我下来！哎，非得逼着老子给你急眼是不是？下来！